画，但是其实我不太喜欢化妆。第一，化妆师先叫我过去化妆间，第二，然后把化妆品倒出来，第三，往我脸上抹抹抹抹抹。就是每当化妆师让你闭上眼睛的时候，然后就扫扫扫扫扫，就感觉跟按摩似的，就快睡着了。就是有时候化妆师有些他不会注意的话，他可能离你太近的话，他的呼吸会跟你会要很近，我就不太喜欢。对呀，一般我第一个龙哥，第二个，第二个，第三个。天阳，天阳吧。试过，但是看着就很怪。我的粉底液就，反正现在我们每次出去现活动，还有不管去任何的地方，几乎没有见过哪个化妆师有过我的粉底液，所以我的粉底液是自己买的，在国外自己买的，反正是14号色，我知道。对，非常满意，因为我觉得其实我们都是那个底子都挺不错的。耶，成功。